我的名字叫杨美琪，今年我是一年级，我要给大家背诵算一算，算一算，屋前三棵树，屋后四棵树，一共几棵树？树上九只鸟，飞走五只鸟，还剩几只鸟？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杨美琪，今年我是一年级。我今天要给大家朗读小画笔，五颜六色的小画笔。我用红色画太阳，我用绿色画草地，我用蓝色画海洋，我用黄色画玉米，十二种颜色全用上，画出的山水多美。